Allez, tiens, tiens. Allez, en arrière.90度，我硬打硬，用这支钓竿把这条大石斑放上来。你用的是我们2019年新开发的头开又进340克。现在有少许的西北风，再加上现在的流水大概是1点多knots左右，算是有一点快。然后我这个铁板呢，它的下水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很久，可以增加我中鱼的机会。像刚这个这条石斑的钓点，它的范围很小，所以我必须要很准确的把铁板送入到这个钓点，才可以中这种石斑类的鱼。很符合我们这一次2019年设计的铁板，就是让我们切水性非常快，可以快速到达我们要的钓点，增加中鱼的机会。欢迎各位钓友试试看我们2019年新推出的头开又进。Stanky bar 3G. Good. Don't get scared.